一边练接弦，那接弦一开始我们练不出力的啊，它出过来，啊，它出过来，不要轻跟对方撞，不要去撞，因为是撞两个人都受伤，啊，所以你看它等速，啊，这个目的是说，如果你不接的话，它拳打过来会打到这有危险性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如果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做其他的动作，比如踩手啦，或者是断肘的话。那我们第一个，他出拳过来，对不对？最自然反应是这样，好，这都练过了。